淚，見到香港搞成咁，我忍唔住。香港就係有自由啦，有民主，但係點解要剝削我哋啲人嘅自由民主咧？要達到你哋所謂嘅民主、自由、民權咧？頭先你有所見啦，條路唔係俾車行嘅咩？點解我開路要俾人打，會俾人踢，前後都踢，又噴嘢，又拳打腳踢，仲要除我件衫？我唔知點解，大家有眼所見，我唔驚，我行得出嚟，我就要為香港人做一點事，因為香港好多我啲沉默嘅人，個個匿埋屋企，唔夠膽出聲，一俾喺我屋企度揞住，我寧願俾你打，我都要出嚟為香港做一啲事，因為70歲個婆都夠膽出嚟開路，我身為我一個50歲嘅人，點解唔夠膽呢？